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运动会徒手攀岩关卡，小子跑赢了三个大哥。没错，这又是一把诛仙局，开局就能看到四个大哥在用六级玩过桥。不过问题不大，这关可是我的强项，虽然前期没有发挥什么优势，但是相信坚持和努力也是可以反转的，因为我已经发现他们的弱点了。没错，这些大哥似乎因为速度过快，有些位置并不好通过，感觉更像是四个笨蛋呀。换作是我，肯定会在路窄的位置先关了，过了再开才对。想想他们太聪明也不行，别待会我的冠军都没了。接下来你们看我操作，因为后半段没失误，反超了大哥成为第二。这里视频加速一下，并给你们抓个猪。怎么样小伙伴们，其他大哥估计还在超速跳崖，而我已经是第二名了，看这有个大哥还在山脚下呢，